等级低兵力对战满红黄马枪，全程把 SP 马超控得死死的。老队新玩，今天来说逍遥宫。阵容及战报来源3325区顶花二叶，名叫可乐。在逍遥宫里，输出和防御是两套独立的体系，防御采用了重置老吕蒙加草船城谱，这俩放在一起，全程反复控，非常限制 SP 马超的发挥。冰舞换上当风也克制黄马，陆逊打单核想撑起伤害，唐娟是关键，搭配太平和风柱都可以最大程度利用唐娟的负面不可净化效果，还有攻心效果。把主将陆逊换成老周瑜带吉利加上兵，也是可以套用这套阵容。加点陆逊吕蒙全智力，城谱全统，装备上优先给吕蒙踩踏马，城谱带援助甲，如果战场环境当风起比较多就不要带，否则会出现这种白送军民的情况。逍遥宫适合 SP 马超比较多的环境，马超少的环境不推荐玩。阵容比较有针对性，但整体打击面并不大，对战枪兵全优，打群攻和虎尘攻五五开，法系内战弱，劣势飞腾甲的盾兵，想玩的小伙伴一定要瞅准自己的战场环境哟。我们下期见。